我们的业自己是见不到释迦牟尼佛，也见不到佛菩萨。你必须在特殊的因缘很精进。虽然《法华经》说如来受量品，释迦牟尼佛的确还在世间，可是你要像智者大师一样很认真很认真，三七日昼夜精进念《法华经》，在定中你才见得到灵鹫山。我自己也去过东印度菩提迦耶的灵鹫山，我们去的时候也很殊胜，我带着所有的弟子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很惭愧我们没有看到佛菩萨，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整个华严经的经文是尽虚空遍法界的都在呢、哎、回荡当中，对不对？所以诸佛菩萨为了我们这些众生，他有留下很多圣地。你不要解释说这叫执着，错，执着不用在这里。圣地的确有圣地的功德，像菩提迦耶就是衔接千佛成佛的地方。所以在《金刚乘》里面写说，在菩提迦耶你若点一盏灯，就功德会变100万盏，这不是也在大乘？大乘你没有这样想，可是在《金刚乘》，释迦牟尼佛在《金刚密续》里发愿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每个众生都要向他经过无量劫、阿僧祇劫，这样修福修慧又呢不会退转是很难的。所以释迦佛有500大愿，这是大乘。可是在金刚乘里面呢，它有更多的大愿，所以希望将来你也能够到圣地去点灯、啊、虽然你可以说圣地跟你的心是没有分别，讲是没有分别，事实上世俗地上还是有分别的。为什么？你去了以后那边有很多的修行人，那边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天龙八部以及大菩萨阿罗汉都在修行，对不对？所以好，我就讲到这里。好，请合掌，请专心的念。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Lama la, Lama la. Om Mani Padme. 자시대래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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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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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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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支好不好？没有瓦斯。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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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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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Padme Hum.
尼呗咪吽，唵嘛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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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呗咪吽。Mani ba me hong, Om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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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me hong.Mani ba me hong, Om 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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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me hong.Om mani ba me hong,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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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 ba me hong。好，请看讲义44页，右手请捧着你的灯，小心啊，慢慢来，不要急。好，我念一句，请你也跟着念一句，然后一起观想。愿灯具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愿灯柱仅成须弥山王，愿灯油仅成汪洋，此灯之术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三有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皆得显明清见。唵本扎阿罗给阿哄。好，现在请听点灯祈愿文，跟着请大声唱。稀有光明自动住共前光大释放
凡尘身中尽奉献，父母为首有敬重，死者已记身，皆能清洁佛净土，愿与弥陀合为一，三宝三个中地里，无等如此说法愿，寂静加倍速得真。第二遍，西有光明此当中，共现现界见佛灯，无余光大是方净，世尊恭敬无法中，凡尘身中尽奉献，父母为首有敬重，死者已尽各所身，皆能清洁佛净土，愿与弥陀合为一，三宝三个中地里，无等如此说法愿，寂静加倍速得真。第三遍，西有光明此当中，共现现界见佛灯，无余光大是方净，世尊恭敬无法中，凡尘身中尽奉献，
枝呀，啊哇不达，啊耶稣哈利，啊遍扎枝呀。各位唱得很庄严，现在请看幻灯片，然后唱地藏菩萨，只要四个字就好，然后观想所有的众生坐在大宝莲花里，然后呢，所有的过去生的众生往生极乐以及无量无边的净土，现在所有的众生就是指我们各位在座各位，当我们业尽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往生净土。当来一切众生就是尽未来际听到这个殊胜的法门的人，也依此修行而能往生净土。所以然后从左中间开始向左右传啊，不要急也不要烫到手。地藏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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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地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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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
请合掌，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心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工作人员不用等，请把灯拿下去，不然烧太久一氧化碳很多，大家待会会晕倒的。好，现在请翻开经文，看丙巳第四佛轮，请各位看讲义三十二页 ，page 32，丙巳第四佛轮。昨天介绍到第三佛轮，也为介绍的东密，日本延命地藏菩萨的修持法门。今天请看丙巳第四佛轮，而这十轮呢，基本上是地藏菩萨按照十善业道的架构而祈请释迦牟尼佛为与会大众而宣说的。请看丁一，治国正法王伦成就分四，戊一，邪见邪行充斥。请看经文，释迦牟尼佛对地藏菩萨以及无量的与会诸天大众呢，参与的盛会的人说：善男子，如印度刹帝利灌顶大王，是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国土都有无量的有情众生，有情的众生另外一个名号叫做卜特杰罗。请看幻灯片，皈依种种邪神外道，所以可见起于邪性以及邪见。请看幻灯片，我有把它换成字体，希望提醒你重点。所以可见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还出生的时候，本身印度就是婆罗门教非常兴盛的地方。可是除了婆罗门教之外，其实也有其他的外道，像六师外道，或是95种外道，或是锡克教，以及各种的民间宗教。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本身也是很兴盛。请看，所以国王呢，他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种种的邪神，这里的神包含幽冥界的神，也包上天上的神。外道，什么叫外道？有不同的定义，简单的讲，心外求法谓之外道，这是比较深的定义。也就是说，你执着一切有为法，你觉得业力呢是可以取代的，你觉得有一个作者来控制你的生命，这些想法都是外道。那反过来讲，我们佛门在座大家有在家出家的很多莲友，那请问我们有没有外道思想呢？答案是，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举个例子，你会觉得，我不敢去帮人家助念，因为念了就要背他的业。其实你这个想法就是外道邪见。真正具有正知正见的佛弟子不太多。好，前几天我跟几位法师聊天，我有讲到，你会觉得在座很奇怪，我每次讲经都会有喇嘛出现。你知道喇嘛，你看我们看金刚乘很奇怪，他看我们更奇怪。当然在七八世纪，莲花生大师因为国王的祈请到西藏弘法，西藏本身也有很多的蹦波，就是呢像民间的黑教，它叫做 Black Magic， 他们也会咒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觉得人家很奇怪，但是人家看我们更奇怪。怎么样奇怪呢？我们也拜大悲公，也拜玉皇大帝，也拜天上圣母，也拜三太子。
所以台湾以及东南亚所发展的佛教是儒释道三家合起来，你说我们是纯正的佛法吗？这是就有一个讨论的问题。那请问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下面我不管了，坐在这里，那你说佛堂是不是正信的佛教呢？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供佛法僧三宝，对不对？当然我知道宽济念佛堂以前也是从道教还有嫁鸡扶鸾，慢慢呢因为出家师父的领导，然后慢慢有很多护法居士的正信同共发心，才有现在弘法的因缘。这不是我的力量，是佛菩萨加持的力量，也是大家发心的力量，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们看他很奇怪，他看我们更奇怪。尤其是每一次我跟喇嘛呢辩论的时候，我有一点一定变输的。他说你们华人都吃素，还有素鱼跟素鸭跟素鸡，我就静静的。对，这是一贯道为了度众生而不小用的善巧方便。可是他认为我们念头并不素啊，虽然他们也不一定吃素，可是你到泰国斯里兰卡里面也会看到很多法师也没有吃素啊。那请问为什么大乘佛法要吃素呢？因为大乘有梵网经的传承。虽然也可以跟各位讲，我自己虽然学金刚乘，但是我绝对会严守我自己在佛前发过梵网经的戒，菩萨不忍食众生肉，所以我会生生世世投胎，我一定会是胎里素的，因为我这是我的愿力。我不会呢讲完经以后说 Hello 待会郑秘书长我们去吃牛排吧，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了解吗？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我们有很多想法都是外道邪见。我们真正皈依佛法僧三宝吗？其实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严格的皈依三宝的话，是不皈依外道邪神啊。可是各位还是放不下要拜斗贝公啊。所以你看别人很奇怪，其实别人看我们也很奇怪。所以佛在世的时候，要具有正信的佛弟子，其实他要有善根。佛的十大弟子里面有一半也是从外道而转过来的，但他转过来以后，他就放弃了外道邪见，他就不学外道的咒术，也不会学外道奇奇怪怪的修行方法。更糟糕的，我要提醒各位，因为讲到佛经起于邪见以及各种邪见，有些佛弟子现在是表面是佛弟子，可是里面是修外道的咒术，这个不好，我要提醒你，真的不好。甚至呢，我还有听过呢，东南亚的佛教徒呢，为要让佛法兴盛，哎，庙里呢，他的房间还偷偷养小鬼，这天龙八部、韦陀菩萨会处罚你的。你骗得了表面的人，可是你骗不了天龙八部。我上次说过，天龙八部的寿命都很长，天上的天人，虽然我们讲佛离我们2700多年入灭，2700多年前他见过释迦牟尼佛啊。他也听过帝释天跟大梵天王为他讲经啊，所以什么叫做正法，其实他很清楚。他看着我们的人间，虽然表面佛法很兴盛，可是你做的是真真假假的，是纯正佛教，还是佛教跟外道，还是附佛外道，他们天龙八部都很清楚的，所以自己要谨慎。那当然也有人可能过去是先学道教，慢慢产生进正性的佛教徒，有人过去是先学一贯道，最后拜观音才变正信的佛弟子。比方说我的父亲就是一贯道的点禅师，他也念普门品啊，他也念大悲神咒啊，但他满脑子都是外道邪见。所以各位，正信是很难的，所以佛在世的时候也如此。那这个邪见跟邪行从哪里来？答案，你的心中总是去期盼一些特殊的力量，对不对？我在精明佛学社，我不是讲过这次我的故事吗？我出家的时候也看到一个人啊，度幽冥界众生，哈嚓就可以把发疯的人立刻就镇住，叫他念地藏经啊，对不对？火会不会太大？若是太大的话，可以拿几个出去没关系啊，你决定啊。待会不会智慧猛火就烧起来啊，因为温度会比较高哈。所以当时的我也是。我的心很好，但是我看到了有一些用特殊力量，就觉得要急着度众生。
结果后来呢，我也跟他学，没有想到他外面是佛教徒，他也拜观音，他也叫拜地藏菩萨，他也呢劝人家说，哦，你要念普门品哦，你要念金刚经哦，你要念地藏经哦，念完你要发愿哦，到时候回来佛堂还愿哦。可是他内心里是什么？是用道教的五雷灌顶神咒啊！我后来才知道，所以不要这样。所以我足足有一年，我自己流眼泪，对大悲观世音菩萨忏悔。我一天念到21遍跟49遍的大悲神咒，甚至呢，哎，他也到学校去讲我的坏话，说我跟他有男女关系。天哪，阿弥陀佛！所有的各种毁谤来，我也没有去恨他，我知道是我的业。我足足念了一年，最后我被一个出家师父是正知正见救了我，然后我就去当兵的。所以不要去贪。不要贪，我要一个特殊快速的方法，一定呢能够把我的业给解决。你有这个贪的心，听好，你就会进入邪见外道。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被人家控制。外道都有一点神通，他没神通怎么来骗你呢？对不对？你问他，哎呦，师父，请你名师指点，我听了那么多经啊，听了这么多法师讲的经都没有效，念了普贤行愿品还是没有效，你可不可以指点我一下？好，他指点你的时候，你就相信他了，然后呢，你就远离三宝了。假如还有一个比普贤行愿品更好的方法啊，请你先告诉我。答案是不会的，因为华严经经中之王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贤劫千佛第一部经都是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华严经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众生常常是相信一些邪神，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快速的方法，所以你就会邪性，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啊。所以古人曾经说，外道的邪师啊，若不作怪，你不会去拜的。那佛门里面也很不好的，有些假如你表面是佛教徒，可是你修的是外道咒术的话，那也就变成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这是中国祖师呵斥不好的出家人说的，但是要提醒自己。接下来请看，学邪境界，修持执着修治邪极凶相，动不动都相信占卜，甚至呢续受种种无利益的苦。我更有趣的还听说，哎，有人呢，哎，因为呢有一些障碍要来听星弘法师呢讲经，先还报到四马路观音庙，宝贝问观音菩萨我该不该去，宝贝 OK 你就去了。然后有一次竟然他宝贝说今天不可以去，出了会有事，真笨，那一天他就不来了。而且他那天没有听的就是解决他内心的问题的。师父不是说我要拉你来听我讲经，我没这个意思。娘，我讲经20多年了，你10个人、100个人跟1000个人，我一样都很认真讲，因为法是很尊贵的。我要说的是，你太执着于一些相，执着于邪极凶相，了解吗？你的心虽然读般若心经，可是呢，虽然你也会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呢，你看别人个个都着相。佛教徒真的要好好想一想。对不起，像这种真话我一辈子也只会讲一次，我不会讲很多次，免得呢会得罪人。所以你会呢这一生受很多无量无边没有意义的苦啊。接下来再看下面经文，悟二，依先王法和合。那国王也知道，他虽然要弘扬佛法，可是有很多人一定先学外道。中国佛教是从魏晋南北朝传到中国，中国其实真正的宗教是以儒教跟道教立国，所以当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其实三个教派也曾经论战过，还有中国很不幸有三武之祸，用道教的建议，建议皇帝下令灭佛法。你看，还是众生会发生的，所以请看经文，他说：若有智慧的国王，就会烁烁召集所有的大臣。以其先王所教的道理治国的政法开悟示现，苦口婆心教导，而且劝这些人旁边的人要舍除各种颠倒的见解，颠倒的迷信，修学先王真正教伦理道德的根本做法，所以叫正直旧法。
为什么呢？因为国王旁边也要有好的臣子。注意听，这叫做一个国王出世要眷属圆满。所以一佛二菩萨代表眷属圆满。假如你很认真的是一个好国王，可是旁边你的部长或文武百官都跟你表里不如一，表面上跟你这样说，下面不是这么做，那你也会很痛苦。举个例子，我没有政治立场，就像我们台湾很不幸，现在马英九总统虽然他很想做总统，可是旁边人泼他的冷水啊，扯他的后腿。他虽然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可是旁边的人呢，却不只是他，他也很辛苦。同样的，若当你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不论在家出家，你做一个领导者的时候，若你旁边所用的人跟你表里是不如意的话，那你会很痛苦也很辛苦。所以最好换人，换人你才有魄力，佛法才会复兴。否则呢，你虽然想要救天下的老百姓，可是旁边的人呢，都表面上听你的，转个头就不告你的话去做，那你这样子当国王你也会很痛苦的。你做一个宗教团体的领导者，你也会很辛苦的。接下来看，国王自令自己的国土一切的友情一去一归，一意一遇，就是说他有同样的去向，同样的归处，同样的一心一意，同心同意。好，一切和合请画起来，一切和合请画起来。和合很重要，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直说的。虽然目前你看到的佛教有南传北传藏传，受着不同的文化，但是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希望佛弟子要和合，先从大乘佛法开始和合。大乘中国有八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正法，虽然彼此的修行方法有不同，对不对？我常说一个比喻嘛，你跟你家人呢，对不对？一个人喜欢吃高丽菜，一个人吃小白菜，但是可以坐在同一个桌上吃饭啊，为什么？各吃各的，小白菜、高丽菜。我们台湾还有一个流行叫大陆妹，你们这边比较少的，她的名字就叫大陆妹，很奇怪啊。大陆妹、小白菜、高丽菜、菠菜，有很多的青菜，但是不同的青菜都有同样有叶绿素。甚至很可笑，我们台湾前一阵子到现在还是有家人蓝党跟绿党呢分两个桌吃饭的，我觉得很奇怪，很不可思议。同样一家人为了一个政治想法就会分裂，那请问假如佛教徒也分裂，其实最可怜的是我们，外道也会瞧不起我们。师父并没有说我们一定要跟基督教天主教学习，不过看看别人的宗教在反省我们，其实我们佛教要努力的地方，要改进的地方其实有非常多的。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要嘛，和合。你看经文就告诉你，佛讲一切和合。今天你看到台湾佛教会很兴盛，也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七众弟子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很多人一起发心的。所以我也衷心祝愿新加坡的佛教团体要和和，要和和，坐下来好好谈嘛，没有谈不通的。我常常说一个笑话，不要门是打开的，心是关着的，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可惜。当然你又会说，师父 it's easy to say but it's very difficult to do. 对， it's true, but you have tried to do it. 很简单，不是，这很容易说，可是很难做。可是佛教徒若不和合的话，那将来其实我们大家会受苦的。接下来再看经文，同一先王的正法而转化众生。那文武百官听受了皇帝的诏命或国王的诏命，就必须表里如一的去做，顺从去实行。假如不能，你必须跟国王报告，去改进跟讨论，率着全国的领土真正和合，做所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子国家才会兴盛。假如一个国家里面呢，大家喜欢贪污，对不对？好，那大家喜欢呢，哎，不会为人民老百姓想的话，那这个部分呢就非常的可怜。当然我也很真诚公开赞叹新加坡的佛教，新加坡的文武百官是非常清廉的。为什么？一抓到你立刻就下台，其他国家就没办法这样。可是在佛教界里面有很多法师表里是如一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深信因果。请看下面，悟三，王与臣心意合，时刹帝利灌顶大王常与群臣，就是所有王公大臣，因为烁烁集会，常常聚集在一起。当然国王知道文武百官都很辛苦，所以文武百官呢都会用最好的美味佳肴来报酬他们，鼓励他们，所以他们会跟国王一起参加各种宴会，受诸各种快乐，而且乃至于出外的去打猎，去一起的去郊外游行。可是呢，好，请看下面的经文，看幻灯片，不相猜恶，恶就是恶心。他们出去一起玩的时候，是大家同一个心的，这是很不容易的。所有的文武百官出去呢，跟呢国王出去呢，就像一家人，心跟心不会猜忌。我们现在的人最容易猜忌。讲得更白一点，同在一个师父座下的修行人，两个都会嫉妒的。这是从古至今都这样。举一个例子给你听，专心听啊。六祖慧能大师跟五祖弘法求法，对不对？六祖是一个开悟的人，五祖就跟他讲，你赶快走吧，世人永远不会知道衣钵的真实意，只会为了衣钵而争名夺利啊！所以衣钵就传到这里，你不要再传了，只传心法。他听师父的话，他开了悟，为他念了一口偈颂，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智亦无身。他就讲，我送船送你吧，你赶快连夜走，否则你会有杀身之祸。你到南方去先躲15年，不要出来弘法，15年以后你的法缘殊胜，就可以大开弘扬。这时候呢，六祖就逃了。五祖本身涵养很好，注意听，是五祖旁边的出家人去追杀他。你知道吗，我在家的时候第一次看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跟同学去电影院看，看完以后我当场放声大哭。我同学说，你怎么了？你不是佛教徒，你应该哭得很高兴吗？我跟他说了一句话，众生难度啊。你看，从中国禅宗这个例子，修行这么高了，还是为了权力跟名位，还是明争暗斗的。那你想想看现在呢，那就斗得更可怕吧，对不对？但是你很清楚，但是你不一定要像别人这样。为什么？因为有因果的。所以你看，五祖就跟他说嘛，世人永远我不会知道衣钵的真实意。所以我曾经跟西藏的喇嘛说，我们中国有没有传承？有，但是到了六祖就不传了。他说西藏传承是很重要，为什么不可以传呢？我说五祖就跟他讲，世人只会衣钵呢而明争暗斗，所以只传心法，不传衣钵了。衣钵其实是一个象征意义。那假如举个例子好了，释迦牟尼佛现在的钵，请问假如留在世间，你想那佛教徒还得了？绝对抢的。佛陀一入灭，8个国王就开始战争了，大迦摄尊者拍桌子说，不可以，你们都是佛的圣弟子，佛才刚入灭而已，你们现在为了舍利子都争。佛陀呢，大迦摄尊者说，我做主，每个国王都有一份。你看哦，佛才一入灭，8个国王就开始争了。那这个8个国王在佛在世的时候都是佛虔诚的弟子啊。8个国王就像8个部落一样，都是佛的大护法。那为什么会争呢？因为权力跟密望会迷失自己的。所以各位莲友，不要认为自己不可能啊。你都会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你想 everything is no problem, no problem, no problem itself is a very big problem, 知道吗？所以你要从这些故事里面多去体会。那当然我们学佛要有智慧，我们会处在这3000大千世界五浊恶世，我们世俗话讲一中民养百样人，但是自己的心要正派，别人斗你不要斗，别人要挂羊头卖狗肉你不要挂羊头卖狗肉。为什么呢？因果丝毫不爽，对不对？你不是要说做解脱吗？要出轮回吗？假如你别的跟别人一直斗，表面上你可以得到一些利益，可是呢你就去不了净佛国土了，因为因果不会在净土，会在三恶道的。所以希望佛弟子跟佛弟子间，注意听，同一个寺庙里面理事也啊，不要相猜忌，要和和。
同样的，不论在家出家，在一个大师座下学佛法，家和万事兴，要和和，知道吗？好，同样在金刚称里就更严格。你说是在同门的师兄里，若是金刚师兄弟相互斗争的话，两个都下阿鼻地狱的。所以金刚称的十四根本戒比大乘的菩萨戒还严格。所以希望大家要这样，佛告诉我们要同心，不要相猜忌。所以看经文，王与臣所有都不猜忌，你才会好话坏话说真话，共同衔共筹资，就是掏真心的，共同为了国家的利益来一起讨论，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够同理大众，理诸王务。国王要日理万机嘛，国家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事。听说呢，现在华人很流行开会。什么叫开会？就是去呢找算账，还有呢就是推工作，打太极拳，这叫开会。哇，我听到真的吓一跳，我想真不知道现在人想什么，对不对？有利益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来分啊，来抢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商业经世就是一个例子啊。第一种学生是师父在跟不在，他都表里如一做；第二种学生，他是做给我看的，我也知道我不是傻瓜，我就让他做，总比没做好。第三种学生是什么呢？啊，跟师父拍照，耶，一定就会跟我来啊，吃饭一定来啊，叫他发心做义工排班，师父我是要看孙，没空。我很清楚的，为什么我很清楚？因为我是从佛法里学来的。我从刚才跟你讲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以及中国历代高僧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这人性是这样。那现在自己心要平等，所以华严经讲礼敬诸佛，第一个就是修平等心。平等心会从出发心一直修到成佛。所以我在商业经社发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就全部人都有，不发我就不会发。为什么？我不要是制造让他们猜忌的因，对不对？我在这说个笑话，老妈老不要介意。有些人去见仁波切，就讲哎呀进去了，对不对？哎呀，仁波切送他一尊小佛像。待会呢，哎，我要见仁波切，进去啊，仁波切送他一条念珠，哎，第三个人进去怎么可以？仁波切，我要一尊大尊的 Om Mani Padme Hum 四臂观音。所以说真话，我说真话，所以我看到这个现象，我觉得我不认同。为什么有钱的就可以见仁波切上师呢？没有钱的人，他想学佛法，所以我来新加坡很真心的跟你讲，我们每个团体任何人都平等公登记，这就是我减低各位嫉妒的因。除非你有特殊的问题，我会给你一次或两三次的机会。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很真心的说哈，真话我不会说太多次的哈。所以希望大家心要平等，在一个师门下也是要平等。当然你可能会看到师父可能对 A 的学生比较好，师父好像对 B 的学生不太好，那是你自己的分别。你若没有神通，你有神通就知道 A 的是弟子生生世世都为这个师父卖命啊，他生生世世呢都为正法而护持嘛，所以当然他跟老师的互动就比较好。当然这里面有很高的智慧，所以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国王跟大臣也是一样，你也会发现历代的君王，就像中国最有名的唐太宗或是武则天当皇帝护持佛法，他旁边的这个臣子呢也有缘有深有浅，那就要靠你的智慧去判断了。好，接下来再看下面，悟四国土恒增安乐，请看善男子刹帝利种灌顶大王，成就如是第四王轮，由此轮故可以让国土增长安乐，能服一切怨敌恶友。因为一切众生善能守护自己的身心，所以就按照国王所教的正法去修行，最后寿命都增长。这个经文重复很多次，所以我就不用再说。好，接下来请看一段幻灯片，请看下面介绍。我做一个日本，好，上次介绍从上一次到这一次，上次东密的观音地藏菩萨，还有这一次介绍的延命地藏，我做一个小的总结。有几张图片是你看过的，请看，在新加坡非常的公开赞叹，佛牙寺就有一尊很庄严的日本东密
如意六臂如意轮观音，这位各位并不陌生。好，我第一次看到这尊观世音菩萨，我流眼泪了，真的非常的庄严。我也供花也供灯的，这六臂如意轮观音代表观音菩萨度六道众生，所以六臂如意轮。那它背后呢是用锡檀字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慈悲跟智慧是相结合的。同样以此类推，在日本比较多，韩国有部分也可以看到地藏菩萨也有六种，叫做六类地藏菩萨。那这地藏菩萨呢，背光都是一样，可是他手上拿的不同。你注意看右下角就有拿灯笼的地藏菩萨，待会我会讲故事给你听。地藏菩萨也负责提灯笼。然后呢，地藏菩萨有拿锡杖，也有合掌的，有拿摩尼珠的。好，所以代表地藏菩萨也可以化六道众生相而去度众生，不是只有观音，其实每一个菩萨，乃至于我下一场要讲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也可以千百亿化身的，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事实上这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都是等觉的大菩萨，都已经成佛道驾慈航再来的，所以他都可以现六道众生相。所以你可以看到东密的地藏菩萨就有很多只手，是六个手臂的，一样中边两只手跟我们华人一样，有拿锡杖跟摩尼珠，他旁边还有拿莲花如意，还有拿其他，这叫六臂式的地藏王菩萨。对，这在台湾跟东南亚比较少见，在日本东密的坛城里是非常多的。接下来再看雕像，由六臂式的地藏菩萨，这个雕像实际是香港中国大陆的风格，但它雕的是六只手，就六臂式的地藏王菩萨。接下来再看，好，乃至于在台湾，台湾也因为曾经受过日本统治，从大概1940年代呢，就是这台湾呢变成独立国，所以日本的文化对我们影响也很深，所以台湾某些寺庙也有按照日本的叫送子地藏，还有水子地藏。大家有看到吗？三尊地藏菩萨下面都有水，水的下面有娃娃。不是只有求观世音菩萨，求地藏菩萨也可以，求男孩得男孩，求女孩得女孩。那这个地藏菩萨里面，它雕的是中间是带五方佛宝冠，可是左右两边呢是现声闻像剃光头的，所以这是送子地藏，也叫水子地藏，它也部分受东密的影响，也受日本佛教的影响。接下来再看上次介绍的延命地藏菩萨，它这是石雕的地藏王菩萨，非常的庄严。所以又有机会你到日本东京、京都、大阪或奈良，你就会看到地藏法门非常非常的兴盛。接下来再看东密室用画的地藏王菩萨就长这样，你看他长的脸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戴宝冠，然后他有拿摩尼珠，左手拿一个传方可以引导众生。好，摩尼珠也跟观音菩萨的四臂观音一样，摩尼珠宝满一切众生的愿。接下来再看东密胎藏界里面的地藏王菩萨，看起来就像观世音菩萨，非常的庄严。对，其实待会再给你看东密室的这个八尊地藏八个菩萨，八大菩萨其实长得差不多都一样。为什么？他的相貌都一样庄严，都清净庄严累劫修，而且都是菩萨众的相貌，头戴宝冠，然后有头发发髻，身上有臂穿，有项链，有金银珠宝。但是他从法器上呢来判断他是不同的观音地藏，或是文殊，或者是普贤。所以现在看到的是东密的胎藏界的地藏菩萨。接下来再看，好，那日本呢本身佛教很兴盛，佛教也跟当地的神社思想结合，所以就变成东密式的地藏菩萨。你看中间有点像古代日本人，还长头发的，对不对？这是东密式的地藏菩萨。所以佛像的造像的确会受历史文化演变。好，再来现代式的地藏菩萨，很 Q 啊！你们拿到 DVD 就是用这张图的。我想现代人比较喜欢这样，因为现代人喜欢简单，不要太复杂，然后很 cute，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了，下个世纪的地藏菩萨会长什么样子了。好，再看下面经文，丁二，善解善圣解智，佛轮成就，请看32页第17行。